轻松搞笑，深入浅出，真人互动，这就是我的 Java 学习视频。从零开始学 Java， 本来是件很难的事儿。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领路人。关注兄弟连威哥微信公众账号，威哥带你上道。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 list view 的这个优化。那么前面一小节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如何来利用这个 convert view 来重复利用这个 view， 而减少这个 view 的创建，重复创建是吧？对。来提高这个性能，是吧？这是一个点。好，那么这个优化呢，我们只加了一个，就加入一个 if 判断就可以了，是吧？对。就搞定了。那么这样是不是已经是最优的这种写法呢？还是还有没有地方可以进行优化呢？还有吗？还有吗 ？OK， 我们看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啊，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 convert view 里面的 find view by ID 这个方法。find view by ID 是什么？这个方法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貌似没什么问题，是吧？我们经常不这么写吗？对 ，find view by ID 嘛，对吧？OK， 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find view by ID 这个方法的这个执行的一个原理。好啊，执行的过程。你看啊，既然是 find view by ID，find 就是去怎么样查找，查找一个视图，根据 ID 去查找什么？那么内部它是怎么去进行查找的呢？在哪里进行查找啊？是不是在 convert view 里面进行查找啊？是不是？对。convert view 是什么？ convert view 是不是我们这边实例化的这样一个布局啊？是不是这个 main5item 这个布局文件？对。对吧？就是这个布局文件，我们给大家打开。是吧？是这个文件。这个就是那 convert view， 整个实例化成一个 view 是吧？在这里面去根据 ID 去查找是吗？那如果这个 main 5 item 这个布局当中组件比较多的情况下，你觉得它 find view by ID 是怎么找的？是不是从这个布局文件从上往下去找？对，一个一个去匹配 ID 嘛。对， find by ID 嘛，肯定是根据 ID 去匹配嘛，去找嘛，找这个是不是？不是，不是，找这个是不是？不是，再往下是不是？不是，一直往下找，找到为止。就是挨个去匹配去找是吗？对。OK， 那如果这个 view 这个视图里面比较复杂的话，如果这个视图组件比较多比较复杂，那么你每次都去怎么样？都去这个 find view by ID， 而且这个又得从头开始找。如果还有的话，还得从头开始找。对。每一个 find view by ID 都得从这个配置文件里面这个第一个开始。去比较，一个一个匹配，一个一个去匹配是吧？嗯，去匹配。那这样的话，你觉得效率不高？不高。嗯，你肯定啊，是吧？对。哎，可想而知，那效率肯定是不高的，因为每一个都从头找，而且，这个坑爹的是，如果你这个布局里面这个组件比较多的情况下，你这个效率是不是就，就组件越复杂，组件越多，它查找的效率就越低，对，对吧？查找的效率就越低。OK， 是不是？对，因为每次都得重新去找。每次你看运行的时候都是执行下面这条语句是吗？是不是？对，执行这条语句。OK， 那这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给它来优化一下呢？这讲到这儿了，那肯定有。讲到这儿了，肯定得有。那对，不然不讲了是吧？对对对。OK， 好，我们来看 PPT。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二个要优化的一个地方，是吧？我们使用一个叫 view holder 啊，这是一个概念啊，一个概念 view holder。来提高容器中查找组件的效率，是吧？那么如何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OK， 那我就如果是不用每次都去查找的话，如果只查找一次，不用每次都去查找，是不是就效率就我们最优的方法就是不是这样？查找一次，就第一次的时候就要去 find view by ID 一下。哦，那以后呢？因为这个对象是重复利用的嘛。以后这个对象就不用再去查找了是吧？那是不是就效率就高了？不用每次，你看这个的话，虽然是这个重复利用，但是这个 convert view 是不是还得 find by ID？ 对对对，是吧？每次执行到这儿是不是都得 find by ID？ 就是就会每次都去找，是不是效率就低了？如果我第一次把它先找好，然后后面呢来就直接怎么样？如果直接去
使用的话，效率就会高一些，对对，是吧？嗯 ，OK，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思路就是这样的。哦，那具体到代码当中怎么去该怎么做呢？做呢？嗯，怎么去做呢 ？OK， 我们在这儿，我们可以给它写一个方法。OK， 添加方法，我们定义一个啊，定一个这个对象内部类啊。我们自己来声明一个类，这个类就叫什么 ？Class View Holder 是吧 ？Holder 什么意思 ？Hold 住嘛，是吧？一定要杂草出来就要把它 hold 住，不要放，对，对吧？啊，这个意思。OK， 我定义这样一个一个类是吧？我定义这样一个类，那这个类里面定义什么呢？哎，定义你这个视图里面所要拥有的这些个组件哦，对吧？所拥有的组件。好，假如说我有这个 image view， 然后有这个 text view，tv 两个 ，OK， 是吧？哎，就不用写这个了啊。等一下直接调用了好吧 OK 这个就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类里面保存的两个属性，两个属性实际上就是这个组件，对吧？两个组件 OK， 什么意思呢？我就第一次先，这是不是扭出来扭这个对象啊？对 OK， 我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执行这个的话，这个对象肯定是新创建的是吗？对，是吧？嗯，新创建的，我在新创建的时候呢，我就啊把这个什么通过这个点 find view by d 点什么 image view， 把这个对象怎么样给这个组件给查找出来、嗯，查找出来以后给谁？哎，我在这儿就创建一个什么 view holder 这个 vh 这个对象 holder OK， 然后把这个查找出来的这个 image view 存到哪里去啊？是不是通过这个 view holder 里面的 iv 把它存进去？嗯，强制融化是吧？把它存到这个 iv 这个属性里面去。对对，同样的道理，我们把这个tv 是不是也是这个 convert view 点 find view by d？把这个 ID 我们同样怎么样 test view 一，好，把它我们也复制存到这个 TV 里面去，存到这个 view holder 里面去，相当于把这两个对象的引用是不是保存到这个对象里面去了？对对对，对吧？嗯，然后这个对象又保存到哪里去呢？我们利用这个 convert view 里面它有一个方法叫 set 这个tag 是什么意思啊？目标啊 ，tag 目标是吗？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标记，嗯，对吧？标记，一个标记，就它的类型是 object 类型的。哦，就我就把它当做一个临时存放对象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哦，就存放一个标记的地方是吧？我把这个 vh 呢怎么样，给它传过去，存进去。哦，是吧？嗯，把这个对象给它存进去。OK， 好，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else 了是吧？嗯 ，else 如果它不等于空，那我就可以直接取了吧，我就不需要在这对象里面去怎么样去 find view by id 了啊，哦、find view by id 了。那怎么做呢 ？OK， 这句话我就不要了是吧？嗯，出示掉，然后在这儿我就写通过这个 convert view 点 get 什么 tag get tag 出来以后是什么？嗯、是不是这个 view？Holder 啊 ，OK， 对，对呗、嗯，就是这个 view holder vh 这个对象，因为我从那边塞进去了嘛、哦，重复是不是从这个 tag 里面取出来啊？对，取出来以后我还需要 find view by id 吗？不用了，不需要了，我就直接可以怎么样？哎，用这个值去走了，用它点 iv 点 set in major。resource 是不是这个呀？这两条语句，嗯，对，是吧？哎，这两条语句，然后这句话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该设置字了。拿过来 ，vh 点 ，OK， 是吧？嗯，哎，重新去复制，这样就化解怎么样？就是，就只是不要了。哦，这样做，这样做，能看明白了吗？看明白，看明白了没有？嗯，这样的话，哎，我们就是不是这个 find view by id 就只执行一次，一次只执行一次、哦。第一次的时候，我把它找出来，是不是装在这个对象里面的？对对对。然后这个对象又把它放在了哪里？放在 convert view 里面作为它的标记设置在这里、嗯、然后我在 else 的时候呢我就直接从这个标记里面取出来直接复制就可以了，对对，就不需要还再去怎么样创建再 find, 再 find view by id 了，不用每次都是 find view by id 了，因为 find view by id 呢如果你这个布局文件太复杂的话它每次还得一个一个匹配嘛，对，也影响性能，也影响性能、嗯、是吧，也影响性能，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叫什么呢，叫 view holder 就把它把持住，用一个对象把它给把持住，是吧？对，哎，就类似于这个啊，要 hold 住啊，人家说要 hold 住啊，掌控，对吧？掌控住，是吧？嗯、用一个对象把它 hold 住，然后呢，作为一个标记啊，保存在这个 comfort view 里面，然后我在用的时候呢，直接就从里面就取出来就可以，取出来复制就可以，是吧？取出来不需要再去便利再去查找了，嗯啊 ，OK， 通过这个我们来提高这个效率，提高这个性能 ，OK，、哦、好，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输出就是的，注释掉。那么最终好 ，OK， 两次优化，我们形成的最终的 get view 的代码就是什么？这样的，就这样的代码。哦 ，OK，、嗯、哎，就这样的代码。然后这边加一个这个 class, 一个 class 啊，一个内部类的一个 class， 嗯，好吧。这个呢，因为这个写静态内部类效率可能更高一些，静态内部类相当于外部类了吧？嗯、哦，对，是吧？嗯，相当于外部类。OK， 好，写一个静态内部类，这样去。new 去使用就可 OK 了 ，OK， 明白了吧？明白了 ，OK、哦。所以大家未来在写这个自定义适配器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两个问题啦。哦、哎，这么去实现。哦 ，OK，OK，、OK? OK, 又学一招，又学一招了吧？嗯 ，OK， 好。那么这个呢，到这儿，那我们这个实现图文列表这个呢，就给大家说完了，说完了。哦，介绍了真不少啊，对吧？嗯、哎 ，OK， 够详细吧？够详细，够详细。OK 啊，记住这个啊，记住这个用法，这个 list view 用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多的。嗯 ，OK OK。好，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好，后面还有是吧？嗯，好。对，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最缺乏的就是总结能力，只会埋头苦学，对技术和行业发展毫无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为此，威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为你答疑解惑。加入威哥微信公众账号，让学习成为习惯。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威哥杠加瓦，出来一个眯眯眼的帅哥就是我了。点击关注，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喽。